असल में गो, मेरा नाम मुसरत है, मैं जीनी हूँ, मैं उर्दू बोलती हूँ और मैं पाकिस्तान से बिहार करती हूँ। लेकिन क्या आपको मालूम है कि दूसरे जीनी लोगों की नज़र में पाकिस्तान कैसा है और पाकिस्तान के हवाले से उनके क्या तासुरात हैं? अभी मैं बीजिंग के मुख्तलिफ इलाकों में जाऊंगी और वहां के लोगों से पूछ लूंगी। आप भी मेरे साथ आइए।巴基斯坦。我们国内其实对他了解很少，听说过，想知道吧？知道啊，我男朋友就是啊，是吗？什么？巴基斯坦？知道，知道，知道，我还去过巴基斯坦呢。都知道巴基斯坦，在哪儿啊？印度旁边。对。在中国边上，在中国的南边吧。巴基斯坦的南边，不是中国邻国吗？在印度旁边。可这不亚洲啊，就在新疆西边，铁哥们，巴铁吗？非常尊重咱们中国人，中国的好兄弟。足球踢得不太好，我就知道以前他那总统叫叶海牙汉，服装挺好看的，尤其你看，都挺羞涩的，漂亮，就是都老围着头巾。我也穿拖鞋，巴基斯坦男的也穿拖鞋。那您知道巴基斯坦男人能娶几个老婆吗？两个。保守一下，四个啊，四个，你最好多挣点钱。吃过西餐，你吃过巴餐？羊皮儿有点辣，还挺烂的，果汁都很新鲜。它应该和印度差不多吧？巴基斯坦跟印度反而不一样啊。跟中国不是关系最好的国家。这个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促成了第一次的进行个访华。汶川地震的时候嘛，也是支持过咱们，好像在帐篷嘛，几千顶。警察打仗嘛。你妈边境上的冲突，恐怖组织塔利班啊，你们别打了。巴基斯坦是什么印象啊？老程，恐怖主义比较多，比较危险啊，完了要去回得来回不来另说着。我觉得还是生命就比那个更重要。我想应该很危险。我没有觉得人家有什么危险的呀。加油吧，机会我们会去巴基斯坦旅游的。我没去过啊，我去过新疆，有机会可以去看。卡拉奇，我特别的热，我觉得要烤化了那样。拉合尔、伊斯兰堡、吉尔吉特，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的。我以前去巴基斯坦留过学，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非常有生活气息，公交车非常有色彩，对我来讲就像第二故乡一样。啊，沃尔都语。莫巴代萨德利亚还给巴黎是卢皮加要把你哥没么大，欢迎你们来中国。巴金都是巴哈尔塞翁吉海奥斯蒙德塞盖里海他们巴基斯坦人，我们也是巴基斯坦人。那边的人对中国人还都挺友好的，热情淳朴。他不是伊斯兰吗？巴基斯坦会把中国当 brother。巴基斯坦人民老跟我说，就是中巴友谊万岁嘛。嗯，中巴友谊万岁。巴基斯坦真大巴，金大巴。中巴友谊万岁。巴中友谊比山高，比海深。中巴友谊万岁。中巴友谊万岁。嗯，世界和平吧。We are friends。巴金都是地金大巴的。中巴友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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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中巴友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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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他们。中巴友谊万岁。